大家好，我是冉冉。今天的这期视频很特殊，那就是我要自己去河边捡矿石，捡我们做颜料的矿石。为什么能在河边捡到矿石呢？因为最近是当地的雨季，雨水很大，就把山上的一些矿石给冲了下来，所以现在我要去把它们捡回家。那我们出发吧。藏地的山很高，路也很长，虽然风景极美，但是也会因为下雨有很多塌方的地方。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路上的牦牛交警会提醒你注意安全，慢慢的开。我们现在到了河边上，然后这个石头这个矿石就是冲到了这个河岸上面来，然后我来找一下。在左边的河岸上一路往上慢慢的去搜寻，本来是信心满满，结果却一无所获。现在我绕到了河的另一边，然后继续来找一下这个石头。沿着右边的河堤一直往上走，但是依旧是一无所获，都让我怀疑自己上次是不是真的在这里找到了石头。但是哇塞，它就在这儿。等等，那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石头，那在它把它弄出来之前呢，我们要准备这个手套，因为它是雌黄，是有毒的，尽量不要和你的皮肤直接接触。那我们开始把它挖出来吧。因为是冲到河岸上的雌黄，所以它是很容易被拿出来的。刚刚我把整个河床走了一遍，但是就是捡到那块小的，之前的时候来了一次，但是上次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拍视频。但是这个过程几乎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山上的矿石因为水太大冲了下来，然后在河边，但是也没关系啦，捡到一块也是很开心的，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嘛。所以我们回去吧，把它制作成颜料。那在正式制作之前，我有一点想要声明，如果视频前的你是未成年，或者是毫无制作颜料经验的小朋友也好，或者大朋友也好，请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按照视频的步骤来制作雌黄。因为需要呈现视频效果，所以每一个步骤我都有剪辑，那因为有了视频的剪辑，那每一个步骤就有了瑕疵。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去贸然制作雌黄，那你可能会因为你的理解失误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你中毒，因为雌黄是有毒的。所以拜托视频前的各位，如果你完全不懂颜料的制作，请把这个视频当作一个分享视频，而不是一个教学视频。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问了，那你为什么要拍一个这样的视频呢？那我想这个是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的，那就是很多很多人问过我唐卡的价值在哪里。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至少我可以从材质上来阐述它的价值。第一，在制作上它的程序就非常的繁复，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时间。虽然视频看起来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这个过程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制作，所以从制作的时间成本上它就是很高的。第二，在我们唐卡的绘画过程中，很多颜料都是有毒的，比如雌黄、雄黄、朱砂等等。其实在我们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也承受着矿物颜料的毒性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选择放弃使用这些传统的矿物颜料。所以
每一副唐卡，至少从材质上来说，都是以我们的身体健康，更夸张点说，可以说是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来绘制的。而且这个不光是在唐卡这一个画种上，像国画、岩彩、油画，所有那些以矿物颜料为载体的画种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拍这个视频想告诉大家的是，每一幅作品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一个成果，所以每一幅作品都值得好好的珍惜。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制作吧。信口雌黄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成语里的雌黄就是你现在所见的雌黄。而在古代，雌黄不光拿来画画，还用来当作修改液来改正写错的字。我们先把雌黄用水冲一下，一个是冲掉表面的灰尘，另一个是降低等下在操作的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粉末。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构成，这一层是土黄，臭味最浓，杂质最多。现在这个是熊精，研磨后呈橘黄色。四两雌黄千层晶片，那这个看着像晶片的就是我们的雌黄。那刚刚说了，最外面这一层杂质最多，所以我们需要用刀把它先刮下来一层，处理以后臭味和杂质都会少很多。那这个过程是需要全程戴口罩和手套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锤子使劲，用刀把矿石敲下来，下面放一个筛子接住就可以。这个就是敲下来的雌黄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过可以看得出杂质还是很多，那我们来把它提纯吧。研磨的过程中会产生热，那雌黄遇到热毒性就会飙升，所以研磨雌黄必须是湿磨，除了给它降温，另外一个就是防止粉末吸入，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戴口罩的。我在研磨雌黄的时候喜欢边研磨边过滤，准备好两个筛网和纱布，第一层筛网筛住颗粒大的矿石，比较细的会漏下去掉在纱布中，提起纱布轻轻的抖动，更细的粉末会再往下经过第二层筛网，最终流入盆中，这样会造成很多的浪费，但是同时也可以滤掉大部分的杂质。这个就是过滤好的雌黄啦。现在我们开始水飞，这次用的胶是牛胶。将胶和粉末充分搅拌后静置十分钟，让它们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方便后面的水飞。因为唐卡中雌黄主要是给黄金打底用的，所以我只需要分出两个色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做好的雌黄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试色。这是我现在画的一个唐卡，它的花瓣的这个地方是黄金色，那我们先用雌黄来打个底色。打底色之前，我们先把画面擦一下，这样画出来的颜色才会显得干净。跟着花瓣的形，我们开始平涂雌黄。画好，等它干了以后，用手指头去轻轻蹭一下，看掉不掉色。如果掉色，说明胶不够，需要加胶重画。然后我们开始平涂黄金。黄金画好以后，还需要勾线和磨金，一般这是最后一个步骤。
但是现在其他的部分我还没画好，为了后期不被弄花掉，我现在只是平涂它而已，做个示范。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转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交流的，请在下方留言，后期我也会继续更新分享更多有关于唐卡的知识和在藏地的生活趣事，如果不想错过的话，请一定记得关注我哟。那我们下期再见。